周深继续展现霸榜实力，在花开忘忧连续八周霸榜有你榜第一后，成为一连打破有你榜连冠之最和五大维度次数之最的歌曲。而按照目前的势头，花开忘忧有望取得九连冠。另一方面，最近大家都关注的时光音乐会第二季已经在长沙开始录制，从各种路透和曝光来看，常驻嘉宾应该确定是田震、孙悦、梁咏琪、阿杜、周深和胡夏。10月9日在长沙，有路透显示周深从酒店出发，前往录制时光音乐会二。另外这一季可以说看点十足，有田震、孙悦两位国民级歌手参加，祝你平安、铿锵玫瑰都是大家耳熟能详的金曲，梁咏琪、阿杜这两位歌手也是实力派，周深和胡夏作为新生代歌手近年来的成绩大家也有目共睹，整体看这一季的嘉宾都非常期待。此外也有人曝光了首场歌单，可以说是属于80后90后出的情怀回忆杀，大家最期待哪位歌手的歌曲呢？欢迎留言。深小站每日为你带来周深的最新资讯，欢迎你赞和订阅哦。